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打荒野乱斗啊，连续打了两期，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游戏。今天咱们啥也不说，我先看看啊。现在是不能够氪金，因为我现在这个加拿大的账号嘛，我现在并没有这个注册信用卡，我的信用卡都是日本的信用卡，不知道能不能用啊。但是像 Visa 卡、Master 卡应该是国际通用是吧？如果过两天我玩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话，我就准备氪它一点啊。然后咱们开几个宝箱，比如说咱开个170的这个，170开得起吗？14，我看啊，这是14美元给170个钻石，然后这170个钻石开这么一个宝箱，相当于是14美元1400个，大概1500日元左右，和人民币是100来块钱，不便宜啊。这在个 Steam 上买游戏，100块钱能买到很不错游戏了。好的，不说了，咱们接着来啊 ，Go。我就好好的把我这个英雄练练级啊，尤其是这个大麻雷子，太棒了啊！大家请看啊，他在我这个画面上正跳跃呢啊。大麻雷子拿太小，你这怎么不拿？得拿大点的。好，我看来啊 ，Go。不好不好，敌人来了，快跑！我知道你呢。哎，我过来打他。哎，还差一步就死了，哈哈！坏坏坏！我遭到敌人的攻击。哎呀，这个毒物真的是来的太猛了！看我怎么摔杯了，我天！哦，这还带减杯的！我就说我不光加杯，我还可以减杯。原来如此啊，那咱们得好好应对一下了。再来 ，Go！ 啊，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以前玩这个海岛骑兵跟这个部落冲突，我想包括这个皇室战争也一样啊。你肯定你玩的不好，给你减杯嘛，不可能说你输了就给你加杯，这个系统就有问题了。好，再来啊，跟考试一样嘛。今天第一名，下第三名。好，我先往下面扔俩炸弹。哎，坏了，这啥怎么就来人？啊，好，这边有人啊，看这摔得够响，捡了四倍，呵呵，再来啊，看我好好练练，我先拿这个机器人练练。打人太难了，我先拿机器人练练啊，咱们一点点来。我先，哎，我怎么了这是？好的。漂亮，我这看来还是我打电脑有点心得，呵呵。不好不好，这个乱杀模式还是感觉有点意思啊。你跟谁也不是一个 team， 你就跟自己是一个 team， 对不对？这草里有人，我就知道这草里有人，我看见他了。我排第几？排第六。哎，打机器人也不行。哎，我排第六，难道都要减杯吗？我还拿机器人先练练。好 ，Go！ 我先藏在这个草里，然后扔炸弹。哇，有人跟我一样在扔炸弹，但我先不扔了。我朝他扔完了，哼，对不对？哎，我朝他扔不就能解决问题吗？
这解决大问题，不好赶紧跑。来个大麻雷子给你。感觉拿 iPad 玩还是感觉有点这个手小。哎，有什么声音？我现在只能听到有声音，但是我不知道哪有声音。他如果能给我一个方位的这个定位就好了，比如说通过这耳机告诉我哪边有人，会更好一些。这我战士，你看我俩手是互相挡着，知道吧？我就站着扔麻雷子应该就够了吧？我就不但能扔点大点的麻雷子吗？赶紧过来！哇，这还能飞行呢，还得飞行模式是吧？现在真的是能人太多了，我赶紧跑远点。哎，不行不行，这边来毒物了，尝我这大麻雷子啊！还有一个，应该还有两个。这血不足了，难道我是第一吗？哈哈，这打电脑拿第一也不光彩是吧？加杯吗？啊，加8杯。那我先拿电脑练练吧，再来把电脑啊。慢慢我就掌握到技巧了，毕竟人家都玩半年了，我才玩，我连3小时都不到啊！好，再来啊！下面是这个战士的热区，我得小心一些。好漂亮！我先拿到这个之后，然后冲这边扔。我知道他藏在草里，不理他。好，已经被干掉2个了，跟我没关系啊。我把上面的扣头干掉啊！你们诺！我先藏在草里，不要出来啊！我这大麻雷子给他准备好了，我看谁敢过来。我先藏在这儿啊，谁过来？有没有人过来？没人过来，我天哪，好孤独啊，天哪，走过去找他们去。这儿呢，就是你了，漂亮。哇，那个拿枪真能突突啊，那是 Colt 吗？我等敌人之间互杀是吧，是个比较好的战法。哇哦，扣的好厉害哦！呵呵呵，第四，哎，第四怎么都摔杯啊？看来不拿第一就得摔杯是吧？加了3颗星，我再来个和人对战啊！和人对战感觉更能斗智斗勇啊！再来，争取我再开个宝箱啊！哦，这个地方。这地方很危险，我等稍等稍等稍等。这不是人待的地方，简直。我不能走直线，我知道不能走直线。哇哇哇，第几？第10。我位置不太好，我应该让他们打我，我在哪藏着就完了是吧？再来啊。还是和人打有意思啊！一会儿我在下面没事的时候，我自个儿再和这个电脑打打。我还是先和人练一练。
和电脑打慢慢你会能找到规律，但是和人打的话是没有规律可言嘛，对不对？够，大麻雷子感觉还是好使一些啊。哦，走上，先藏这草里。好，不能扔太多，不能扔太多，赶紧离开，然后进草，隐藏起来，不要动。好，这儿出来，向他扔六个。好，赶紧再回去，赶紧再藏起来。坏了，有毒物了！我天，这毒物来的这么快！去，摔杯为号，这摔多少个杯子了？捡杯了，捡杯了！哎，没人给我降杯，再来啊！这个我觉得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同学之间，一起打打这个游戏，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好，我。我感觉人腿脚都非常的敏捷啊，小公主，我看到你了。我藏在这儿，看谁敢过来。没人，大家都不动，我凭什么要动？我还藏在这块儿。哦，我看到人了。哎，坏了！我怎么扔手雷了？我不要扔手雷，不要扔手雷，暴露目标啊！那个草里没人，我知道了。走，我应该直冲。看来不能藏在那个草里，我已经暴露目标了。这个草里没人，太棒了。好，又有人被击毙啊！我发现一上来不能打得太猛啊。有没有人啊？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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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哪儿？我就知道！哇哇哇！哎，我怎么感觉我走的那么慢呢？他们跑的好快哦！第五，再来啊！我感觉他们好像真的腿脚太敏捷了。而且我不知道这个 Supercell 是个怎么个匹配啊，比如说因为我刚玩，比如说这刚两个小时，让别人可能都玩了半年了，结果把我们分在一个队，这相当不公平嘛，对不对？我只有片草地，我怎么不知道呢？希望不要碰到敌人。嗯，薄荷糖被杀掉，那个是个中国朋友。哎，在没有人的时候我过来把这个箱子拿了算了啊。好，扔完之后赶紧离开这个位置，暴露目标了。好，拿到再说。隐藏起来，薄荷糖被击败。defeat 是薄荷糖把别人给打败是吧？中国玩家一般水平都比较高嘛。这薄荷糖很厉害啊！行，我已经暴露目标了，赶紧跑吧。太毒物很烦人啊！哇哇哇！这草里，哎呀，
这草里还藏着个大汉呢，我天哪，一下把我摁到草里去了啊！又是第五，我这游戏我发现啊，只要稳着打啊，一般不会太落后啊，就不能冲得太猛啊。再来吧啊 ，Go！ 这感觉升杯升有点慢啊，不像那个《皇室战争》卡牌啪啪啪一会儿能抽到好多卡牌，这个卡牌抽的有点慢啊。我觉得这个 Supercell 应该是还在调整它的平衡性，就感觉现在感觉和我刚开始看到那个《皇室战争》的时候还有点不太一样。这边没人过来吗？先取得这，哎，来了，看到了。大麻雷都给你准备的。好的，吃药水儿。这药水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啊。不能乱动，不能乱动。打麻雷子，好的，他们是一伙的吗？干嘛都追我？快跑，快跑，快跑！没有血了，我现在赶紧得回点血啊！好，恢复了，咱们再上啊！赶紧跑，赶紧跑，这雷子更个更大，咱就用手雷甩他，没说的。哇，我这大妈雷子没扔出去，我也可以使大招了。哎，感觉这个游戏，中国朋友还是不少啊。有点意思啊！哦，升级升级四级，这四级有什么好处没有？可不可以抽卡牌？哦，能抽了，漂亮！走，抽卡牌啊！杀！哎，一个药水儿，漂亮！我可以升级，那肯定升大麻雷子嘛，对不对？升弓还是升生命力，还是升炸弹？炸弹这个必杀肯定先不要，够用了。攻击力加升攻击力吧，漂亮！啊，原来是开箱，然后呢去获得攻击力，这太棒了！好，赶紧再来榜。这个 boom box， 这是在一个这个盒子里面打，这个我知道了。哎，这 boom box 我再打一把吧。好长时间没玩了啊，咱们再来把。我先用这个朋友和电脑打一把。好，来吧啊！这游戏玩的人这么多，为什么 Supercell 不赶紧 release？ 上，兄弟们，我这还700呢，我看我这威力强不强？藏在后面，然后往里面扔6个雷子。这是规定战法啊，然后向右边靠，然后再扔6个雷子，然后再躲起来往上走，规定战法，然后再回来原地返回，在这儿再扔6个，坏了，我被榴弹击中，哎，我怎么不动啊？哎呀，哎，是不是我被人锁住了？我怎么走不动刚才？哎呀，怎么？
这边一片火焰啊！哇哇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什么大招？他们是，整个屏幕都被他们炸红了。Birdy 上！这个游戏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一个这个手柄啊。他们叫 Countdown 了。尝尝我大麻雷子。哇，这就感觉电脑很强啊。啊，不知道这个 Supercell 是个怎么匹配规则、啊、你看我还在那摔杯呢。啊，你看我边上这个英雄叫 Lelo 是吧，他居然加了九个药水了，我才加一个药水。原来如此啊。我现在这个做的这套视频算是这个荒野乱斗的这个体验片啊。好，咱们再来吧啊。咱们再来这个互杀。Go。人家说像我们这个不氪金的玩家是这个给氪金玩家的一项这个服务啊，呵呵，就让这个氪金玩家灭我们的，就这感觉啊。扔六个雷子。好，让我去吃钻石， 先不能吃钻石。哎，我怎么，哎呀，这个 iPad 操作还是不太适应啊。上，兄弟们。哎，他那个子弹是带跟踪的吗？怎么感觉他打我打那么准？哎，怎么中间插有个铁炮？哎，中间怎么还有一个炮在射击呢？这给我们的障碍是吧？我看啊，就这铁炮，哎，还向我们射击，不把它拿掉怎么行？对的。这边没有，向草里扔点炸弹，我看看有没有人就知道了。哇哇哇哇！那谁在那儿中了一个炮台？我天哪，烦死人了！哇，这是谁在种炮台？太赖了吧！我看这是谁干的？下面这三个人是谁在种炮台 ？Sonic Blast， 摔杯！哎，这次没有摔杯啊？是不是还可以给我减杯啊？比如说我现在是四星，然后呢，我现在这个离级别四嘛，减俩杯就变成级别三了，有可能吧？再来啊！啊，他就说，我明白了，就说你有好多英雄，这是你自己的角色。然后呢，他这个 Supercell 有很多这个 event， 什么叫 event？ 咱们看看啊，就这个每一个这个的紫的，包括下面这个第二个绿的，它都是各种 event。比如现在这个紫的还有六个小时十八分钟，之后呢，这个 event 帮就没了。然后他以后呢，再不断增加这个 event。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设计模式啊，这个开发游戏的真是可以借鉴啊。好，来啊。Birdy 上！我从左路进攻啊。好，敌人发现，六个麻雷子扔出去。炸掉他，漂亮！大麻雷子炸到人了啊。然后我从这边杀入啊，想吃钻石你就要。哇哇哇，敌人后续这个部队太猛了，看我看我给他来个大招。
哪跑？看我大妈来了！反正不管啊，有雷就往中间扔，就往中间扔了。好像发射导弹了，天哪，太厉害了！他们又开始抗弹，很讨厌。谁赢了？哇，我们就差一颗钻石，就差一颗钻石。又降杯了，降杯了，完了完了！再来这个啊，这个是不能带这个电脑的，都是十个人之间互杀啊。这个好，其实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只要猫着呗，你别老出来，你就在那猫着，一会儿等他们都互杀完之后，然后呢你的排名就高，就这个感觉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口词啊？好，试一下。Birdy。我天哪！我这边没法操作，你知道吧？我这边手挡着我呢，我看不见。你呢？打不过你。喂，我先吃个这个闪电，有嘛事再说。闪电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就是啊。在这猫一猫。哎，闪电是不是加体力？我现在800了，我记得我刚才是700的。哦。这边有战士啊，我看看。扔几个手雷，然后赶紧跑。还不能招到这个毒物啊！我招你惹你了，向我开炮！哎呦，他打那么准，这是小公主吗？第五名，啥时候我能再抽个药水啊？太好使了，药水啊！哎，我感觉这两图还都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我觉得是这个 Supercell 公司，他在考虑这种互杀模式，然后再考虑呢增加趣味性，增加团队性，很有意思啊！再来啊！哎，我在这儿，我赶紧往下走。我知道你们都在下面，我就不参与了啊。藏在这里面没人出来，再扔四个，没人的话我就直接拿了，我不拿。不好，有人来了。哎，有人就知道往我这个草丛里扔是吧？哎，怎么有人扔完之后还都是这个烟雾，是怎么回事？哇，这都多大体力？1800的体力，这我能打得过他吗？我这不700的体力，那1800的体力。我天哪，这个看来还是这个匹配的问题啊。再来一把啊！哎，这东西真是越打越上瘾啊！希望我能现在这从这个菜鸟尽快到达这个虐别人的这个水平啊。估计还得有一段时间啊。人家打半年了，人1800，我才700，对不对？我比人差1000呢。
上啊。Get a short view 是谁啊？谁是偷猫在打那个呢？哎，我这手怎么不动了？啊，他这个容易那什么？向草丛里扔。有毒物来了，你吃那个吧，我就不吃了。我招你惹你，向我开炮。还有八个人啊，张远先，我先猫一会儿啊。还有七个人，哇，这把大铁锨，我去，哼，这大铁锨太可恶了。这个有问题啊，这个屏幕老我这手老挡着屏幕啊，所以我有时候看不清，就是这个游戏的问题啊，我已经发现了，哇，这是一个互杀比较惨烈的地方，我最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哇哦，他打得好准，就这个小公主都打得超准的，哎，这我还加杯了，啊，说不可能是敌人比较强，所以我就加杯啊，这个有道理啊，我打一级的肯定是加杯慢或者不加，可是我要打这个十八级的。打二十六级的肯定我就加杯嘛，对不对？我再来啊，我就只要在这猫着能生存下来就算胜利啊，再来玩。好，够，我这位置不好，我得赶紧跑，是非之地。哦，有人被干掉了。哦，这个箱子没人要是吧？好像有人跟我抢了箱子，果然他进草了，我看见你了，我能不能走再快一些，我走有点慢还是啊？然后吃闪电有什么好，哦，吃闪电应该是加这个生命力，我现在从700可以加到800，我知道了，所以他们都在拼命的去吃闪电嘛，对不对啊？不好，他1000多的体能，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你跟我在这绕墙吧，那个大汉呢？跟我在这绕墙。刚那大汉呢？还有七个人都在什么地方？我在这先猫一会儿啊。没人来吧？哦，听见有爆炸声。我在这猫着，他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对不对？来了，我给他炸跑了，我也离开啊！我猫在这个草这先，能猫住吗？猫是猫不住啊。大雷子，看能不能炸到人啊！赶紧离开！哇哇哇哇哇哇哇！被击杀！他们好像感觉很灵活的样子啊！怎么感觉我这移动脚步这么慢呢？是不是人家吃药了？人家有可能吃药吧。嗯，咱到第五级了啊！到第五级给我加哦，给我加钱了，漂亮！再来啊！哎，这游戏真的是越玩感觉越好玩啊！再来喽！快，还差两个人 ，OK， 试一把啊！先占有利地形，先进草，待着不要动。我看到了吧？这儿了吧？六个麻雷子过去，给他个攻击，然后赶紧走。
一个大麻雷子给他，赶紧往上跑，不管打没打掉，不管他，先在这藏一下，没人出来的话把上面这个拿掉，然后进上面这个草，好的，吃，加一百血，然后向右移动，猫在草里，还有六个人啊。哎呀，哎，我这个左手难道？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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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他们让他过去，让他过去，让他过去，让他过去。他看见我了，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哎呦，他这个拳头很厉害啊！我不能和他跑直线，原来如此。哎呀，谁能给我来个游戏手柄啊？那 iPad 这个手腕太大，忙不过来啊。还是说我没太熟悉啊？再来玩。每次玩的体验都不一样啊！哎，我得注意下时间啊，现在三十多分钟了，最后一把啊。这期视频咱再打最后一把。我先吃上面这个，进草，然后出来吃生命力，进草往上走。上面还有一个，应该没有人吃，希望不要遇到敌人。这块没有，往上面去啊！猫着一个，我去，我去，哎，他跑了，他怕我，知道了，你怕我就好办了。这一看这也是新玩的是吧？这个，哼，我就直接给他甩麻雷子了。和我一样，他700体力，还不如我呢。下面应该有点危险吧，我猫在这儿，咱先猫在这儿待着不动啊。哦，来了，别让我看见你啊。哦，来了，1200体力，我扔过来了吗？赶紧跑！我就知道这个，我倒皮圈这个，哎呀呀呀呀！哇哇哇！他这个皮拳还是有点厉害，他2100体力，我天哪，这不可能赢得了他们呀！好吧，那么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是一款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游戏啊，这个游戏估计今后我会持续的更新下去，也希望您呢能够持续关注我的视频，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